在进行竞技歌牌游戏之前，先以 PPT 和短片加以介绍。关于百人一首，是藤原定家于1235年所选编的100首短歌集，收录了7至13世纪的100个代表性诗人的短歌，其中包含了8位天皇和21位女性的短歌，有43首爱情诗，32首描绘季节性诗歌。此短歌集被简称为百人一首。通常百人一首指的就是镰仓时代歌人藤原定家，受到庆甲宫与都宫赖纲的委托，选出100位具代表性的杰出歌人及其作品，写在化纤板色纸，用来装饰位在京都的别墅小仓山庄的和室门上。短歌是由5个句子，分别是五音、七音、五音、七音、七音，共31个音所组成。在以前，如果知道很多有名的短歌，就会被大家认为是学养丰厚的人。小仓百人一首分为2种牌，咏唱牌和夺取牌。短歌也作为信和情书来使用，男性送信给女性，女性再回信给男性，都是以短歌的形式来书写。短歌就像现在的手机简讯，用来传递讯息。在古代的日本，善于创作短歌的人受到尊重，也受到异性的喜爱。竞技歌牌结合听觉、视觉和反应速度，特色之一在于有一位不参与游戏的读牌者，负责读出讯息，让参与者们取得相符的卡片。竞技歌牌分为 A 到 E 级， A 级是最厉害的。唐诗十首。十首，百人一首。
春過ぎて夏気にけらし白たえの漏れいずる早く触るためにここにトトトミスただ有明の月像残れるあります。じゃああなたここに早く触ってください。1,2,3 で1,2,3,4 OK？早く、はい、1,2,3 スピードスピード